环球共享音乐节目选拔。环球共享音乐节目选拔，环音选拔，致力于通过全球音乐选拔平台，用歌声跨越国界，发掘音乐新星，传递智慧与幽默，让每个人的声音在世界舞台上绽放，为梦想护航，点燃全球欢乐之火。一，项目愿景，让世界在音乐中团结。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不缺少交流的工具，但却常常失去了心灵的共鸣。于是诞生了环球共享音乐节目选拔，简称环音选拔。我们的愿景很简单，用音乐打破国界与文化的隔阂，让全世界的人都能通过歌声找到共同的语言。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跨越语言、年龄与种族。环音选拔不仅是为了找到音乐天才，更重要的是为全世界提供一个平台，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展现自己心中的旋律与节奏。二，选拔形式，从网络到舞台，人人有机会上场。环音选拔区别于传统的音乐选秀节目，它将以全线上选拔的形式开展，真正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参与。无论你身处巴黎、北京还是巴西，只要有音乐梦想，都可以通过手机和网络展示你的才华。第一阶段线上海选，一，选手们将通过提交短视频进行初选，展现自己的音乐风采。二，我们的评审团将由专业音乐人和资深乐迷组成，评选不仅关注技巧，更注重作品的原创性与表现力。第二阶段，观众互动。一，所有入围选手的视频将公开展示，全球观众可以在线与喜欢的选手点赞和投票，成为民间评委，评委与观众共同决定选手的去留。第三阶段，决赛之夜。一，跨国选手们将共同登上虚拟决赛舞台，最终决胜出三强，并获得丰厚的奖励，且可能被推荐到专业音乐平台或演出机会。三，选拔特点，音乐加智慧加幽默的三重体验。一，音乐的智慧，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与情感，就像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各自的起伏与辉煌。在环音选拔中，我们不仅听到旋律，还鼓励选手用音乐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坚信，最打动人心的音乐往往来自生活的点滴智慧。二，幽默与趣味，不要以为音乐选拔都是严肃正经的，环音选拔特别设置了趣味挑战环节，比如用乐器模仿动物的声音，在生活中寻找音乐灵感。这里不仅是才华的竞技场，也是欢乐的舞台。毕竟谁说音乐天才不能带点幽默呢？四，创办宗旨，为梦想护航，助力音乐新星。我们希望通过环音选拔发现并培养那些怀揣音乐梦想的人，不论他们来自何方，所有的参赛收入将用于资助那些经济条件有限但拥有音乐天赋的青少年儿童，让他们能够接受专业音乐训练。这不仅是一场音乐比赛，更是一场让音乐梦想自由飞翔的旅程。五，环音选拔的未来，从线上到线下，从个人到全球，环音选拔的成功只是开始。我们计划未来每年举办一次大型的全球音乐巡演，将选拔出的优秀音乐人带到世界各地，用音乐的力量点燃每一颗心灵。最终，我们希望通过音乐搭建一座通往和平与理解的桥梁。六，宣传策略，打破次元壁，
拥抱全球舞台。为保证最大化的参与度，我们将在全球各大社交平台开展线上宣传活动，同时与各国音乐平台、独立电台、电视台等合作，发掘和推广优秀作品。此外，特别为音乐博主和网红们设置了专属参与通道，鼓励更多年轻人加入这场音乐盛宴。无论你是怀揣梦想的素人，还是追求突破的音乐人，环音选拔都是你展示自我的舞台。人生就像一首歌，而我们希望你勇敢地成为主角，用歌声唱出自己的故事，感染全世界。来吧，加入环音选拔，让你的声音成为世界的旋律。